阿甘当拜托你哦，较清醒个哈。我知影哦，你一干干拢想要死。不过，你现在状况真严重呢。你怨恨，你怨恨到唔知是咧下面来前世的呢。爸，你还相信我？我真正开心，够都算怕死啊！好好好，就算讲你真正开心够怕死，这是病院呢，人早报警察来处理啊。接到你的消息的时阵，我人都在病院大厅跟医生在讲代志呢。那真正有通缉犯是有人为楼顶摔落，我敢有可能不知影？我唔相信杜成仁会当躲过一劫。我真要看你。阿峰啊，阿峰啊！爸，你快点给我下来！阿峰啊，哎，阿峰！啊！杜成仁嘞，你下来。你那是无事走去倒一边。竟然给我搞出来哦！无成，你怎么敢有看到成？阮阿拢无看到成，咱是要哪人教予你的是？我唔是，这届我较怕死，病医绝对会通知你。啊，若无伊无死，嘛一定会联络你这老爸。哎不，余小姐，你讲这届你较怕死，啊不，这你到底？阿旺，我，哎呀，不管你变怎吼，爸拢替你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莫再讲啊！啊，不，阿唔讲。你是要跟你关起来去监管？歹势哦，阮查囝最近精神状况无较好，我会叫伊发调药哦。我无，是杜成仁甲伊联合起来要害我诶，伊就是想要甲我骗到去笑，我无去笑。我知你靠袂住杜成仁哦，死你手头。啊，我爸甲你拜托，莫靠袂讲啊。啊，无人来真正甲你当作凶手，你用你阿家你知无？好啊啦，歹势哦，是咧是咧，好啊，莫靠袂讲。你爸做爸母的，饲着这种查某囝，可怜。哎，阿母，你，阿你奈走来遮啦？阿是，甲你惊着啊？哎，陈仁啊，阿你假重情这代志，哎，做红这查某来遮精，你骗你骗的过哦？啊？不管伊是不是相信，即卖重点是，恁爸爸嘛认为伊的精神状况问题。所以现在只要他爸爸把他关起来，这样对大家才最安全的。他的头脑那精神真的有问题呢，我头脑看他眼神就都不一样了。还是说你这样做敢不会对他太残忍吗？没啦，真嘛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冷心，那心若是冷的，正经伤害就是我们金孙的。没不对啦，